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让我来。好，同志们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你们再闹我扣他钱了 啊，这都是给我的是吧，啊，对对对对，行了，好好听啊，学会了鼓掌叫好啊，哎，做一个合格的曲艺观众啊，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杨杨朱文丑，刀法玄妙，宝二皇嫂。
山又摇，民魁人家人人勇，这几刀枪。
北方人花桥，桥可多是认得了，跑不了逃不了安康。原来是关公把手在第一就是韩先生这把三弦上场门演员都站满了啊，这个您要是行家的话您会懂，你就听着这个三弦传出来的音乐好的让人汗毛都能站起来啊，太棒了，谢谢老爷，您太棒了啊，这是第一个感动。第二感动就是楼上楼下这些观众们的热情，得谢谢您各位啊，谢谢谢谢。第三个感动就是我主持的太好了。这个大伙儿这么喜欢，再唱一个吧，好吧？再来，再给您唱一段闹江湖。行，闹哪儿都行，来，我行了，来吧。唱一段活捉三郎的片段，唱几句啊。